骗一下而已，真以为我打不了了？我杀又没了。鹏鹏的宫本又厮杀了，看来这个超级兵再被他玩玩又要被削了。这一局 GK 首发四排，加上一个边路德华，百兽干什么去了？百兽睡觉了。选英雄阶段，鹏鹏宫本梦兰选了版本最强势的射手戈亚，梦兰赶紧练练这个英雄吧。隔壁妖刀都打出高达 15.7 的评分了，清风沈梦溪，阿敢赢是矣。最后德华先是亮了一下自己的英雄池，最后选择雷霆击碎黑暗。我要玩击碎黑暗，这把我来当剪刀。双方选完英雄阵容如上，进入游戏。对面蒙田放狠话了，是你们点还是我们点？一心还和梦兰套近乎，说曾经被梦兰带飞过，这就好比鳄鱼帮大哥请过斧头帮大哥吃过饭，这就不打你了。啊，演戏的吗？我还请你吃过饭。接着清风击杀了李白，鹏鹏乘机反掉红霸，然后桃李攻一波，再击杀李白。这李白心态要崩了。接着下路德华又要被越塔了，这次鹏鹏在直接救了德华一命。将近四分钟，鹏鹏再次下路支援德华，但是由于对面人数太多，两边边路各自倒下。六分钟，鹏鹏下路追击孙膑，追到塔下击杀，然后被一心捆到塔里，和一心换掉。我歇了。哎呀，这不应该往外跑的。七分钟，中路撞到一心，这次得好好教育一下。你在装什么？我以为我不越你塔了。跑的是怎么怪呀？蒙恬跑了之后竟然还敢在塔下回城，这是在挑衅鹏鹏吗？接着鹏鹏没有惯着他，越塔将他击杀，自己也在回城挑衅，结果玩火了。光了复活之后，发现队友被对面疯狂追，鹏鹏直接上，救下清风，拿到二连击破。十分半，上路上演一打四，这要是能拿四杀，那宫本是真该削了。好刺挠呀！哎，这不没操作好，很烦。十二分钟，拿条龙。这次鹏鹏还要一打四，这何止一打四，一打五也有了。最后拿了四连超凡，宫本永固杀。骗你们的，真以为我打不了啦？骗一下而已，真以为我打不了了？加油！最后一波拿下这局，咱就说现在宫本真的这么离谱吗？最后咱们来看看鹏鹏宫本的出装，赶紧学起来上分吧。来点聚光灯，来点聚光灯。